OK，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美女 Marina。谢谢哈利，欢迎欢迎。然后其实我们认识了，已经从2020年还是2021年，第一次来你这里进行排练。疫情之前，对对，立威的那个戏，当时casting， 然后通过视频见到你，我很幸运呀，众望所归嘛。没有，然后后来就来我这 rehearsal 嘛，对，是吧？ rehearsal 那个时候我是刚刚开始演戏，但之前。看差不多是2019年或者2018年的时候，我就一直就是想看一看演戏到底是怎么回事。嗯，但是我其实有一个对表演或者对film 很感兴趣，是从差不多青春期的时候就开始了。哦，上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几年前嘛。谢谢。对，然后就开始实现了。没有，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们住校，我就一直看像 Steven Spielberg， 就他怎么进行导演。哇，你一看就看这么高级的。对，看他们的履历，就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孩子是很有梦想的。嗯。但我很幸运的就是我的母亲非常支持我的梦想，就是那个时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哦，他支持你，他是支持，就是我再有怎么天马行空的点子，他从来就不给我任何的打压，就说妈妈，我想我以后我想当导演，他就说那你就要往这边看，那你如果你要真想去的话，他就带我过了一个月，我妈妈就带我飞到北京，飞到北京去看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哇，你妈真强！我妈妈就是完全支持我的想法，就是再怎么不切实际，而且是行动派，马上就带你去。对，结果呢？但我知道自己的就是几斤几两，就觉得自己不会考得上，因为那个时候，因为自己学习的完全是，就是说对日的，当时是想去日本留学。嗯哼，然后后来。也没有参加高考啊之类，因为我们当时学的就完全是面向出国的。哦，然后后来对国际班，后来又想，那我还是来美国留学吧，我就来这边又学的英语，考的托福是现学的，然后过来这边上的大学。当时比较迷茫，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就是以后想干嘛。嗯，所以一般孩子来这边就是说什么学习business 啦，学习 engineer 啦，或者学习金融啦，当时就学的这个。不，我很好奇，你一开始对电影有兴趣，不断的研究各种名导啊，然后你妈妈又带你去找各种，就是就是让你看更多，然后就为这个准备嘛。结果你一下就不学这个，到底是？他没有说是为了让这个准备，他就说想让你去见见世面，熏陶一下，看一看这个是不是你真正喜欢的。哦，是这个意思。对，但我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机会，真正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到底是什么。但我来到这边之后，学的是商学院，之后又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去读了一个 MBA， 然后又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就是说结了婚，想那我现在干什么呢？我就人生中遇到我一个另外一个贵人，就是我的先生。哦，我爱人是非常支持我，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那你就去试一试嘛，你可以先去片场参观，或者你去从当群众演员开始。然后我就真去当了差不多8-9个月的群众演员，就 background actors。Oh, okay. 我当时是 sign up for central casting， 然后几乎一周能有4-5天都有 casting call， 就是当群众演员嘛。OK， 那个时候工作在一周有4-5天，那就很多，很忙啊。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刚刚 sign up，你在刚 sign up 的时候，哎呀，有个新人，就会而且是一个亚洲的脸，对，他就会经常给你 submit。哦，那你是没有台词，我也要去争取一下。没有台词，然后给你的工资一般就是最低工薪。嗯，但是你这些都是好莱坞的片吧？都是好莱坞的片，就是想体验看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包括这边是灯光啊，这边再换了啊，这个镜头要换过去。对我来，学到了很多剧组的一些东西。哦，对。后来我想，那我要是，但确实哈，见到了一些一线的大明星，真的是不会演戏。举个例子。我就不是，真的是不见得台词，5句话台词。哦，你说大明星，大明星从早上一直拍到了晚上，5句台词，现场所有的演员都把台词记住了，就他就记不住台词。
那就不。那我突然我感觉我没有那么差。然后呢，我就想，哦，这是我应该去学习表演，因为我没有真正去学习过或者训练过。嗯、然后我又去学习了表演，从 technique 学起，嗯、三个月 technique， 然后再加上几个月的 scene one、scene two，、嗯、然后又去学怎么去学 audition， 嗯就是on camera audition，、嗯、然后这又是另外一堂课、嗯，然后还有做自己的 reel， 嗯，然后当时又花了大几百，然后拍了自己的 reel，、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开始演戏，嗯、只是想学习，嗯，然后就是一个过程，对我来说是，我觉得你学的很全面。从那个技巧啊，那个 scene study， 然后那个 audition 都学了，挺好的。就学了一些，但真正的还是发现，换成你自己在片场，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学的包括是真听、真看、真感受，你真正的去感觉到，就是需要一个过程。嗯，其实学了，然后实践，实践完了又学，学翻来覆去就一直，我觉得应该在不断的。而且你这演了很多个之后可能你才体会到有些时候。对，就演了好多个，嗯，慢慢就变成了一种肌肉记忆。嗯然后我记得到后来哈演过一场戏，就是很发火很生气、嗯、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突然间就觉得啊一下就开了，因为那个时候在导演忘掉了自己，对，忘掉了自己，导演喊停的时候、嗯、我生气，心脏都在跳，在我手都在抖，对对对，就是停不下来的，肯定是那种状态你才会让你也很满意，对，就是别人也都对，但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慢慢的啊体验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就是一个演员入戏的过程、嗯、对，昨天我上课的时候老师在讲那个同学是这样嘛，一上去他说啊，他说我可以了，老师有点无奈，好，开始吧。那他完了之后，哦，我完了。他说你不用说你开始，也不用说你完，你就那就真正拍片的时候，导演说 action 之前你应该就开始了，你就已经进去了。对呀。然后 action 你就已经在这个状态里面，然后最后你要老那个导演没说开，你就不要玩，你就继续做你的。实际我们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对对对，包括我看最开始我就是 audition、嗯、自己 audition 的几个戏，就觉得自己在镜头里看的不自然，嗯，就觉得甚至都有点尴尬，嗯，但后来我觉得哦，慢慢慢慢越来越自然，慢慢越来越自然，嗯，但你知道有的时候镜头捕捉到的和我们自己感受到的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哦，所以现在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在自己不确定这条怎么样的时候、嗯、导演也比较犹豫这条过还是不过的时候、嗯、我就让就是求导演给我看一个 playback 啊，对 对, 对，因为在镜头你真正看的时候、嗯、你就真的能够感觉到、嗯、啊怎么才让它更准确，嗯，所以这个我就觉得以后如果在我看导演也比较犹豫的时候是能不能看一个 play, 来帮一下导演，对，能够帮助我自己调整一下角色，嗯，对，这个有时候我现在就以前我挺喜欢挺想去看 playback， 我现在就不看了，对，我就是还是就是专注自己演的这一块，因为那个活是他的活，对对，就有时候是会有这种想法，很想去看啊，在里面看自己怎么样，然后怎么调整，但是其实我自己认为就是你在演的时候嗯，就像刚才你说的，你忘掉了自己，那个时候导演和摄影师肯定不会漏过，都会哇，都会镜头会调整你，会调整，对对对对，但也不能确保那条一定用得上，对，这个就所以有时候真的很难讲，就是太多因素了，之前我们有讨论过一个片子里面好的演员重要还是好的导演重要，这个永远也没有结果，因为我觉得一个演员吧、嗯我们所需要把握的就是比较窄，只是这个角色，但要很深入的扎到角色里面去。嗯、但一个导演，你是就是不用每个都特别的深入，但你要管得非常的宽。对，对所有道具也是你的问题，嗯、灯光也是你的问题，嗯、声效都是导演的。整个片子都是你的责任，嗯、对、嗯，所以就我觉得都重要。是你老公支持你，很支持我、嗯。像前天我拍的那个广告是在圣地亚哥拍，是我们全家、嗯。
都一起去，包括我有一个是四个月的女儿，一起去圣地亚哥。嗯，然后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难得，就是真的 real family 的，他要这个没有没有，他们就完全就是陪我去的。啊、okay, 嗯，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就是一个家就家人非常的去支持，你对一个地方的喜欢，因为。你知道演戏对于演员来讲，我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我先生是家里的经济支柱，那如果我要是出来，然后那可能就没有人去照顾宝宝，那他就会需要牺牲他的时间，对对对，然后去成全我在这方面的一些，但对于我来讲他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妈妈这么支持老公这么支持，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是是是。然后在刚刚参与表演的时候，我觉得也遇到了很多贵人，然后包括一些朋友介绍我，不同的经纪公司，然后我的包括一些搭戏的，一起在搭戏的一个演员，我们一起去 audition， 然后这个哥们儿就介绍了我他的老师，他的老师就是一个 casting director，后来我又跟这个老师一起去上表演课，然后就好像都会有一些贵人，但我说明你人缘好吗？没有，就是很幸运的，幸运再加上人缘，我觉得很重要。我们是有拍过一个片嘛，对吧、啊？我们拍片，其实那个场景好漂亮，那个场景真的太棒了，打麻将，对麻将馆。然后我这个星期天又要去打麻将，是吗？我还是不会，我也不大会。上回我们四个人就只有一个会的，三个都不会。他后来剪辑嘛。就拍那个后面背景的那些老太太老爷爷、那他们的手法那真好，转到我们就是还是那个剧情里面，是的是的，老王跟你同乡啊，是的是的。那你现在就是演戏当中有演哪个戏让你觉得哎特别难忘的？下一个哎、开玩笑，这次换回答的很有那个哲理啊。哪个都很难忘，因为哪个我都学到了、我都学到了很多啊、那有最难忘的吗？都挺难忘，对对对，但我还没有就是真正走到一个角色、特别特别深入，想把这个角色把握好然后出不来，我还没有遇到。千万别出不来。没有，就是会你会暂时性的会和角色融入一体。那你将来的那个规划呢？你有啥计划？将来的规划就接下来也不是那么久的将来了。怎么说呢，就人生不同的阶段 priority 都是不一样的。嗯，像我现在就是说实话也是刚当妈妈不久，嗯，这段时间我一直都没有，就是包括 audition 很长时间我都没有参与、然后就家里还小孩还是太需要太多时间去照顾，他需要非常多的时间、然后我就想 因为有的时候想要的太多，每个都想抓到，反而哪个都抓不住，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可能接下来的三五年我都首先是家庭，就是当一个好妈妈，然后我想总会有一天能够演到自己特别喜欢的角色。那肯定也有一天我也可能会当一个导演，有可能哟。我觉得完全为什么不尝试呢？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就是要去尝试，而且你现在是当时想那时候想要演戏你演了，那你下一个你想要做导演不就做导演，而且你现在演了那么多戏，这肯定可以的，绝对可以。我觉得有梦想就再加一下，加上那个行动就能够实现。是，前几天我就看到有一个，也是另外一个母亲问说，你应该人生很精彩，因为你说你说我，就是很肯定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怎么会突然间想到就是往表演这方面发展？而且我是30多岁的时候，我才想，我应该去尝试一下。因为我一直小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一直都没有付出实践。那为什么不呢？我们都只活一次，就一定要让它精彩。对，我们的故事怎么都那么励志呢？我也是嘛，我也是那个英雄所见略同。就是过了一大半辈子了，才那个原来小时候真的也是喜欢，但真的就各种原因。对，你之前是学美术，学美术，学艺术的，对对对。但是越来越偏，就是越来越不敢去付诸于行动，就是自卑啊，然后不相信自己啊，还会看别人怎么看。
对对对，考虑太多了。对，然后对，现在就老的已经啊，我说我我彼此彼此，我就觉得脸上每一条皱纹，没有，你也比我年轻多了。我呢，我就是后来就觉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就知道啊，当年啊曾经想过的跟别人一样啊去。在事业上怎么能够打出一番天地啊，能够赚多少钱啊，这些已经就都打消了念头。其实你觉得重要吗？什么是更重要的呢？但是那时候就觉得这些很重要啊。对啊，那时候别人都那样。对啊，同学朋友都个个都这样啊，那那个啊当了什么公司的高管啊什么什么啊，我也要去弄一下怎么怎么都是是会有这种跟着这个潮流，然后忘了自己其实最喜欢或者擅长一点的可能并不是那些，虽然你演戏也未必是真正的擅长，但至少就是说你喜爱吧，对，喜欢，对，喜爱的话你可以去有追求的动力，对对对。所以到了我在来了美国之后，就确实也是来美国之后改变的。来美国之后，我一下也开始就没有太着急去做什么事情。然后后来有个朋友问，他说：“如果你不加任何条件的让你选择，你要选什么？”我说：“影视。”对，后来这么一说他就给我了一个机会，他就说刚好有个剧组啊，他说那个需要那个 volunteer 啊，那个反正肯定是你去肯定有事情给你做的，然后我就去了，就这样。这也是对，但我就是走的路线太弯曲了，因为我其实说实话还是真的喜欢是表演和甚至将来有机会像你一样做导演，这个是更想要做的。那幕后的这些东西呢，没是为是不敢一下跑到那个幕前，所以在幕后制片组去帮忙，然后慢慢熟悉啊，熟悉了。但是是自己适应的一个过程。对对对，所以每个人的路不一样。但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有听我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有什么梦想啊，那你就不要走那个弯路，你就直接奔着你想要去的，我觉得都可以，尤其是你喜欢的，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为什么要看别人的想法呢？是的，觉得要获得家人的支持，如果家人支持你的话，还有这样一个条件，就一定要尝试一下。对，我觉得获得家人的支持也有好多种方式，一种就是说像你比较 lucky 啊，我非常 lucky， 我也挺 lucky 的，我家人也支持，对，他也很支持我，所以的话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但如果是你家人不支暂时不支持你，但可以，你可能可以通过你的行动让他们最后哇你太努力了，你努力的让我都不支持你，但首先自己要确定，对，所以你要顾及嘛，你也要顾及，就把你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因为毕竟演员这个路不是那么顺的，就你想像 LA Casting 就是大家都在用的这个他们光注册用户就是好像是10万到15万，那你说有多少演员，洛杉矶有多少演员，这多了，但是 active user 可能不是那么多，但是有很多的 competition， 但是大家可能觉得某些事情是我们的 disadvantage， 有可能是我们的 advantage， 对对对，所以就看每个人都有可能你自己没有发现的一些优势，对对，所以就有梦想就去追逐吧，追求吧，对吧，对。